Have fun, man. Yeah. Wow! Wow, beautiful! Yeah, I see. Go down, go down. Wow. Wow. 现在鲨鱼开始回流了。哇，这有一个大的。这个大的。这个大的在铺上油呢，都被冲回来了。一会儿我就慢慢上去。哇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上来了！哇，这个大的上来了！啊，这又过来一个，又过来一个，又过来一个大的，又过来一个大的，哇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我们就到那个坝那块看一看去，看看有的鱼能跳上去，很多鱼都能跳上去。啊！很多鱼就从这儿跳上来，
就从这个坝上掉下来。哇哇哇！那捡了上的鱼，哇！有的鱼奔那个脚去了，他以为那是来水的地方，是上游，可是那个这是一个泉眼，他上不去。哇！那个鱼上来，往上跳呢，我把心中一记呢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是温哥华岛，在温哥华岛的这个小河流，在观看鲨鱼回流。现在又又往上跳，你看还往上跳呢。还有一奔那个脚这儿，奔那脚这儿往里钻呢，那其实那是泉眼。他钻那去，说哇，那小鱼奔那去了。又奔那小饺子去了，啊，奔着小饺子去好几条啊！他以为那块可能是很容易往上上，以为是上游，啊，好多奔那去了。我们上前，哇，这几个人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哎，这都参天巨树啊！哇，这大树洞子都这么大，哇，这树洞子都这么大。Hello, fishing. Hello. Yeah, fishing. 啊，有。Got it? 啊 ，got fishing. I haven't caught it yet, but I'm going. Oh.看看这里有些人在钓鱼，哇！今天已经够吃苦的了。有人钓鱼，站到水里。因为这也是九月末的天了，特别是在温哥华岛上，这个天气是很凉的。他们穿着水裤，站在水里，那也是非常凉的，这脚下呀。
钓鱼的眼睛就盯着那个浮漂，也够累的了。因为这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呢，这个阳光晃的这个涟漪啊，很刺眼睛。有的时候看这个浮漂也很累人。哇，这个大黑狗，大黑狗看着小狗了，看看它是怎么样。看大黑狗看到的这个小白狗，看看它像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小白狗还显得挺厉害的。这黑狗可能叫它回去了。哇，这边还有人在钓鱼。Everyday come here? Pardon me? Everyday come here fishing? Do I? No, not every day. Only when I can. Wow, he 走得那么深就去钓去了。